我就在家里在给老母搞做那个，我家里咧管理事哦。啊，你到楼上浪地下楼上查哦，要么出去，要么出去写论书，要么出去把论文那论，要么出去说找论查哦，说写论文嘛搞，我就啊，你那有老人一般能搞什么？啊，楼上你那嘛，你那你去年才干到做做老板，都这嘛翻翻提提，要么再搞赚年纪的，要么再搞做。我的领导告诉让妈妈来搓我搞我，要么菜我，要么菜我写文章我搞我的。那如果有老我说对，我说老人有人有老娘来送奶粉，这就没了。反正有老，俺亲妈妈送他亲亲，就是我搞我。有老娘转账的家，只有老娘转账的家，就有老娘等你吃一吃。啊，本来帮我有点搞房搞住啊，原厂什么，路路板路这样搞就买着我。等两等早晚家里夜晚没搞成嘛，我上楼晚上这么搞，俺就你那嘛搞我你那，老小米那搞有木要等你吃吃木，你一般能搞上去嘛？妈们听我好话，这几两天，两天两天要落去年才干到这儿路，路太年太过嘛，好话这几两天两天要，俺过有吧？老师傅嘛，你那不那等办俺这，俺你那办证家里夜晚弄家里些嘛不去。我做我你那点到后背嘛，你那我穿当当搞搞古老几大号几块花花几几轮几轮子，啊古我你那有吧？那些后门的到了说浪费下浪，弄条我搞寂寞，老忙都寂寞塞忙碌啊！我记得你那古有吧？那些后门的那古木看点到后背嘛，你我记得轮子记得轮子花花几几轮几轮子哦，啊古有吧？那些后我你那。不是帮我嘛，发发喜喜，我说去年才干到嘛，发发喜喜。啊，要么开种开路走，我说么么呢，我好嘛么呢，发那么干么，当发那么好。要么做路去那路写路，要么做路写路发我搞我说，啊说了，啊你那地到了说浪费下了说钱我搞我老娘吃的地沟里做发发喜喜路接路接。啊你那不有吧？那写路我搞，啊你那。靠你那种年那么干干的的不理事哦，有老娘转当里的，这有老娘转当里的，就有老娘我落子，有老娘一般能够做手也等了哦，有老娘我落子，我落落有老娘那做那红的，就有娘一般能够做手也等了，金毛毛毛全发发齐齐乱齐乱齐哟。哦，古我你那么，啊古我你那不去你再看到吗？你那。啊，搞完菜啊，搞去年才看到啊，俺老乡你那年去年才看到，都照顾老外了，结果谈到谈到嘛，啊，欢欢喜喜啊，我就在街上抬个东西，再给他们搞出啊搞啊，啊，家里连狐狸谁搞啊，欢欢喜喜啊，搞那种的，啊，你那老板嘛，等着你要啊，你那我那。啊，你那么苦恼，苦好被当的哈，老你那搞我脑子带火去，给我发发几几分钱问题哟。哎呦，他这样啊，你那光头蒙的，倒霉了，叫我们考了，叫我们考上去了，倒霉了，倒霉了。我吃好了。